你收到关于谢桥一个邮件了吗？哦，我正在看。啊，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，我们也很难断定。但这个事儿是对我们汉天传媒集团的声誉是有影响的，所以用这个主持人还是要慎重，要多考虑考虑。李台长，你放心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好，你忙吧。